谢谢，谢谢，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艾。谢谢，谢谢，果然是璀璨之夜哈、哦，掌声都格外璀璨一些，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能够在上海这座国际化、艺术化、充满创新活力的魔力之都，与大家相聚在阿维塔的璀璨之夜，上海。一直是中国的时尚先锋，作为全球创意潮流的引领者，这里始终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可能。而阿维塔也秉承着同样的精神，将创新与艺术融入每一个细节，不断突破，追求极致。今晚让我们在这个艺术的殿堂领略阿维塔的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共同感受阿维塔带来的前瞻性与无限可能。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活动的各位来宾，他们分别来自重庆市政府、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阿维塔的领导、嘉宾和同事，还有来自卡塔尔的皇室成员、海内外所有的经销商伙伴，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朋友们、阿维塔的车主们，感谢你们的到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响起璀璨的掌声，欢迎你们，欢迎。那既然是璀璨之夜，我想大家会和我一样好奇，阿维塔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长安汽车董事长、阿维塔科技董事长朱华荣先生上台，为我们揭开这场璀璨盛会的新篇章，有请。既然是璀璨之夜了，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不必像平常我在其他场合显得那么叫正轨哈。这个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特别是我们线下的朋友莅临现场，还有我们线上众多的台友来关心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相伴在黄浦江畔，共赴阿维塔的璀璨之夜，这个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啊！当前呢，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新技术推动行业，特别是我们的行业伙伴齐心协力，广大的用户对我们关爱有加，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新的这个变化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那么新时代、新技术、新合作催生新汽车与新豪华产业，作为承载新技术的创新的最大的载体啊，这个汽车产业啊，现在在 5G 通信技术、 AI 芯片等一系列新技术的推动下，可以说日新月异，快速的发展，正涌现出许多以往没有的一些新的合作，催生出了新汽车和新生态以及新豪华这么一个细分的这个市场，能够让我们广大用户率先享受最先进的科技技术和最极致的产品服务体验。二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顺应智能化的新趋势，来推动了华为加阿维塔这么一个新的合作模式，所以引望落地而成。那么当前智能化成为我们全球车企新一轮的竞争的高地，所以之所以选择阿维塔投资引望公司，那么在这里我想也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一方面呢，作为长安汽车品牌向心向上最重要的载体，那就是阿维塔，代表了公司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我们支持阿维塔成为首家入股引望的企业，就是要将其打造成为汽车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放平台最鲜活的案例。那另一方面，阿维塔
和尹旺的合作作为一个牵引，将进一步来深化长安华为宁德时代啊，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 CHN 那么的战略的协同，从根本上来确保我们各方最为优秀的资源、最为强劲的能力能够互补。所以那么当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亥模式催生出了亥 Plus 这么一个新模式应运而生，扬帆起航。大家知道我们昨天和这个华为签署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原有的行业的亥模式已经跃升为亥 Plus， 这实现了一个里程碑的飞跃。亥 Plus 新模式表现为阿维塔与华为构建起了资本的合作关系啊，这是其一表现。其深刻的变化是为阿维塔带来更多的赋能，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在产品定义、联合品牌营销、设计、核心技术的搭载以及用户体验设计等等，从而推动阿维塔实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全力来打造参与世界级的竞争啊，所以华为乾坤阿维塔也就应运而生，也是新豪华阿维塔应运而生。那第四呢，我觉得我们是强强联合，强者恒强，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本次投资是高科技技术企业与传统汽车企业的有机的融合，可以说是强者恒强、强者愈强的最佳实践。这对于阿维塔而言，将进一步强化豪华标签，提升阿维塔的产品市场的综合竞争力。那对于股东，无论是对华为还是长安而言，这是高端化，特别是对于长安而言是高端化的战略意图。我们将全力以赴，毫不保留地打造阿维塔，把优秀的资源优先地赋予给阿维塔。而对于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推动长安华为的战略合作迈入一个更新、更广、更深、更紧的新阶段，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不断地深化产业的变革，全力实现科技平权、智能享受。我们对于这个行业而言，这个合作是打造一个共享的公用平台，将进一步加速提升智能驾驶技术的实力，推动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共享化发展，来共同提升我们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体系的能力。汽车产业大浪淘沙，阿维塔正是凭借着对产业生态、技术趋势和品牌发展的深刻洞察与实践，勇立数字新汽车发展的浪淘、发展的潮头。三年过去了，阿维塔产品平均售价突破了33万元，已逐步站稳了新豪华、新高端的市场。最近 JD Power 近期发布的2024年中国汽车智能化体验研究中，阿维塔融合了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创新指数第一名。品牌和产品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豪华阿维塔的基本的品类理念深入人心。截至目前，阿维塔的塔友们已经有6万余名，备受潮流新锐用户的喜爱。面向未来，阿维塔将始终致力于为我们的用户打造情感智能出行体验，树立新豪华的品牌形象。未来3年，我们将打造阿维塔新豪华第一品牌的，这是一个关键期。我们将持续为我们的用户创造与众不同、
极具未来感的出行和生活体验。一是我们坚持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快速推动阿维塔发展，坚定品牌高端情感智能电动，塑造高颜值、高科技、高价值的新豪华品牌形象。那么从产品上聚焦设计安全自驾、高效补能，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从营销方面，我们要提升营销执行力，加快推进海外市场的拓展。未来我们将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用户，我们将打造3000一个渠道驻点，全面打造150000台级的大单品。从服务上，我们将建立满足中高端用户期待的服务标准和能力，围绕智慧服务打造差异化的服务体验，全力以赴为我们的广大用户打造情感智能出行新体验。二是我们将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进一步深化 HI PLUS 新合作，以更新、更广、更深、更紧的合作模式，让我们塔友率先享受最先进、最极致的智能化的体验，科技平权，智能享受。三是我们从产品规划上坚定不移地打造新爆款，稍后呢，我们陈卓总裁将给大家带来今晚的3款新品，包括零系列第2款产品阿维塔012、4季度阿维塔07的纯电动和增程双动力车型将燃爆上市。我们还将推出阿维塔11的增程版、阿维塔12的增程版，为我们的广大塔友提供更丰富的动力选择。未来3年，我们将陆续推出高端情感智能新华豪轿车、中大型5座、大6座 SUV、时续300公里加跑车以及 MPV 等一系列产品。我想这些产品会大于7款以上，满足我们广大用户多元化全场景的用车的需求，敬请期待。朋友们、伙伴们、塔友们，璀璨新时代，共创新豪华。相信在我们新战略的指引下，阿维塔必将有更加璀璨的未来，也希望社会各界大家一起一如既往地支持阿维塔的发展，情感智能越级而行。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朱董的分享，谢谢。董事长刚才提了几个新，其中新技术我相信让人印象深刻，打造新豪华品牌，为用户提供最佳体验的产品，都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撑。阿维塔作为 CHN， 也就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未来会应用哪些新技术，哪些新体验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副总裁池林春先生、宁德时代国内乘用车事业部 CTO 高焕先生以及阿维塔科技总裁陈卓先生，有请三位。欢迎池总啊，欢迎高总啊。这个5年前啊，我们 CHN 3方共同规划了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和平台啊，包括产品、自驾、800伏、高压等等。对，那目前都已经落地了。他们呢，为我们的用户带来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电动的体验。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视频，看看我们3方合力打造的产品它的表现如何，好吗？好，好，好，这边，这边。然后你看，两挂地飞行。22000，倒了一杯水。
领先模式它变道超车它会更积极。可以说，无论是性能、智能还是安全，我们的产品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可以说，阿维塔的成长呢，也是中国汽车产业深度合作的结果。那对过去的这些合作，两位有什么样的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先请池总。啊，过去这几年啊，这个跟阿维塔团队的合作呢，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是吧？这个华为的企业文化呢，是这个。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坚持艰苦奋斗，我觉得呢，这个文化在这个阿维塔身上体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我们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奋斗，是吧？基本上说是这个，保证是周六保证不休息啊，周日休息不保障，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合作。那么看到这个产品呢，我觉得那个阿维塔的产品啊，这个可以用两个字来这个描述，一个是智。一个是美啊，这个美呢就是毋庸置疑了哈，这个咱们用的是这个未来的科技美学啊，由纳达尔先生来主导的这个这个外形的设计啊，制造啊，是吧？那么给人呢一个极强的一个视觉的冲击，是吧？那么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体验啊。那么在智这方面呢，就是说阿维塔呢使用了这个华为的全站的这个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是吧？用了我们的这个乾坤的支架，用了我们鸿蒙的座舱，是吧？这个为消费者呢打造了一个更智慧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啊。谢谢池总，谢谢池总，感谢华为的助力，也感谢华为的深度赋能。那您的这边呢，高总？首先呢，我们三家长安、华为、宁德走在一起形成了我们 CHN 这个创新的合作模式。如果说华为给了阿维塔一个聪明的大脑，那么宁德时代给予阿维塔的是一颗强大的心脏。我们认为阿维塔幺二系列我们为阿维塔幺二系列打造了独特的双能量井下沉式的电池。虽然这个微小的这个高度的变化但是它会给后排的乘员舱乘客带来最佳的一个乘坐的体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双方团队也在不断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研发的设计攻克这些相关的问题，并且和我们先进的制造的工程的技术放在一起，最终与阿维塔一起将先进的技术和我们用户完美的体验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呢，今天上午发布的这个昆仑智慧征程上，阿维塔也是首批搭载宁德时代神行超级增混电池的品牌，峰值的充电功率达到了3C， 实现了15分钟就可以充电到 80% SOC， 这个超级快充的速度和我们同级别的这个混动来看，足足提升了 20% 以上，能够有效的助力我们阿维塔的用户真正做到畅行无阻，始终快人一步，不能无忧。而且这里小小透露一下，明年呢，我们还将为我们的阿维塔提供充电速度更快的神行超级增混电池，充电达到80% SOC， 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谢谢谢谢，我们的用户朋友肯定都非常非常期待。但这里呢，我想特别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呀？就是阿维塔从交付的第一辆车开始，到现在600多天，我们零自燃。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宁德的电池就是安全的保障，阿维塔会和宁德一起为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那刚刚呢，朱董事长也分享了，那接下来阿维塔会有很多的新产品的发布但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零系列。那这里面呢，用户朋友们都非常期待，那华为、宁德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和新体验？那能不能请两位领导帮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司董，哎。现在啊，华为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云端的这个训练啊，这个达到了5亿 flops
啊，可以说是哎无一 flops， 超过了那个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总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训练的这个驾驶里程呢，达到了3500万公里啊，每五天啊，这个模型就可以迭代一次，是吧？那么这个能力呢，使我们呢整个的 ADS 呢从2.0啊，这个升级到了 ADS 3.0啊。那么这个3.0的网络呢，其实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来讲呢，它是一个端到端的全新的一个网络架构啊。第二个来讲呢，它是三个这个出行场景的这个体验的升级啊。那么首先来讲呢，我们这个3.0这个架构啊，这个以前我们2.0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有两个网络，一个是 BEV 的网络 ，BEV 的网络啊，鸟瞰网络，还有个呢 GOD 的网络啊。现在我们把这个两个网络呢，融合成一个大的一个 GOD 的网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ADS 的系统呢，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系统呢，它就对场景啊能够理解了。以前呢，我们说我们 ADS 2.0呢是这个懂物懂路，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 ADS 3.0啊，开始懂事了啊，因为它理解场景啊。那么从容的应对呢各种复杂的那个路况，是吧？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端的网络里边啊，这个引入了华为独创的本能安全网络。什么叫本能啊？这个球打过来我赶紧就一躲啊，说我们娜姐那个网球一来我赶紧要躲呀，这叫本能安全网络，就是说非常的快啊，它的响应的时间呢，那么可以降低到200毫秒，是吧？那么针对于这个紧急的状况啊，那么就是响应的非常快，让这个驾驶呢更加的安全，是吧？另外来讲呢，这个三个场景是指哪三个场景呢？第一个呢，就是全向的防碰撞系统变成了3.0系统。那么还有个呢，就是车位到车位的 NCA 导航，还有一个就是 VPD 的这个代客泊车。那么这个3.0系统啊，实现了前向、侧向、后向的这个安全的全面升级啊。那么我们在业内呢率先实现了从车位到车位啊，就是说以前呢我们要启动这个智能驾驶呢是要走到这个马路上，然后呢双击一下，哎，开始启动智能驾驶。那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你从家里的车库你开始去启动，是吧？它就可以自动的过闸机啊，有环岛就过环岛，有 U-turn 呢它就走 U-turn 啊，就是说一键就能到达你要到达的地方啊。那么 VPD 这个泊车呢，实现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非常着急啊，有这种体验，比如早上8点半要开会啊，你到了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停车场啊，8:25了，很着急啊，怎么办？这时候车就自己去停了，是吧？你就节省了时间啊，保证你这个开会不迟到啊。那么你这个要回家了，是吧？回家之前你一召唤，这个车就停在那个电梯门口，是吧？给我们所有的乘客呢带来呢前所未有的这个智驾的体验，哇，好期待！我想这个 ADS 3.0 啊，未来实现的就是从家到公司，车位到车位，天天坐专车的享受啊！我想阿维塔的用户也一定非常期待。我们阿维塔呢也将是首批搭载 ADS 3.0 的品牌，让我们一起期待它近期即将进行的商业化版本的推送。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宁德这边高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科技体验？啊，刚刚池总提到 ADS 3.0，就讲到这个开会不会迟到，一看就是个工作狂，挺适合我们几个的啊。然后宁德这边呢，我们在为阿维塔12在定制的双能量井下沉式设计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超级快充的体验，充电也要快，就像搭载我们3.0一样的，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开会不迟到啊。搭载宁德时代麒麟超充电池，赋能整车顶级产品竞争力。电池包麒麟架构采用了超高效的双大面液冷热管理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换热的面积增加了400%，低温加热的速率也是足足提升了150%，让我们即使在冬天的时候充电也是非常的快，助力我们012的车型峰值充电的倍率更是超过5C，峰值充电电流来到了700安，峰值的充电功率更是达到了480千瓦，实现10分钟的充电到80% SOC， 也就是10分钟短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妥妥的补能400到500公里，再次突破我们超充的新上限，带来极致愉悦的
充电体验。哇，十分钟，80%，400到500公里。我想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用户真的是可以做到一杯咖啡满电出发。那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呢是阿维塔的第二大股东。那昨天阿维塔又和华为影望啊正式成为华为影望的第二大股东。那未来我们几方会更加紧密的在一起，紧密的合作。那对于未来的合作啊，两位有些什么期盼呢？你先请石总啊。这个未来啊，我们会持续的帮我们的全站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解决方案呢提供给这个阿维塔，是吧？那么未来在这个定义啊体验的设计上会加更紧密的合作，是吧？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阿维塔呢成为中国的 BBA。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三方的这个紧密合作呢助力阿维塔成为世界级的 BBA， 好不好？谢谢石总，谢谢石总，谢谢石总。那高总呢，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我前几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啊，针对 CHN， 它等于什么？等于车很牛。我理解，这是我们尊贵的用户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电池做得更好，把车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好，让我们的用户想到买到，想到要买高端智能电动车的时候，就能够想到我们的阿维塔。未来我们和阿维塔将在麒麟电池、神行电池、超级真混电池等新一代的产品的领域展开深度的合作。我们确信，在大家我们三方的共同的努力下，阿维塔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CHN 车很牛啊，我觉得这是用户对我们满满的肯定和期待。那我也相信啊，未来通过我们几方的紧密合作，中国车会更牛。让我们一起加练，一起努力啊！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新技术的讲解哈。三位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科技最强合伙人的力量。我只想说那三个字：还有谁？真的还有谁？所以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各位不瞒大家啊，我是一个颜控啊，但谁不是呢？是吧？谁不喜欢美好的东西呢？我第一次看见阿维塔的产品呢，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独特，很有未来感。即使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那个回头率啊，200%。怎么说？你回头看一眼之后，走两步，想想不对，还得再看一眼，200%。所以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设计师才能创造出如此完美结合科技与艺术的作品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阿维塔首席设计官 Na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Avita's Chief Design Officer Nader. Welcome. 也请现场的嘉宾带上同声翻译器。Thank you. SoHello and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very exciting to celebrate the Avatar Brand Night with you. And as a chief designer, I'm very honored and proud to present you 3 new luxury products exclusively designed for you at our design center in Germany. So before I entered this stage,I was asked a question, why I choose to become a designer and how, and why I found my way to Avatar. Let me go back in time to explain you a little bit more. As a child, I was a bit on the shy side, often retreating into the vivid world of my imagination. It was there in the quiet moments that I discovered the power of creativity.The magic of transforming thoughts into tangible expressions. You know, m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design began long before I knew the word design at all.
In the early days, I found solace and joy in artistic pursuits, sketching, visualizing, even playing music, synthesizer to express. Each sketch, each note w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ng ideas that I couldn't maybe put in my words. So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draw anything I imagined on paper, from very impressed by science fiction, like Star Wars designer Ralph McQuarrie was inspirational to me. He designed a whole world of science fiction. Planes I designed and many things. I found out that you can explore beyond the boundaries, actually. And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grow up in a family which embraced this liberal and open-minded philosophy. My childhood was very harmonious, simple life, but filled with love and encouragement to pursue whatever my heart desired, especially for creativity. During nurturing environment allowed me to explore and develop my creative talents freely and create confidence into these talents. From my early age, I was captivated by products which created a combination of sense of, let's say, genius and sensibility. You know, products which were expressing things in a perfect way, and that year is like Mercedes S-Class, a beautiful Aston Martin, cars which were perfectly done in a very luxurious segment as Rolls-Royce, and also other products like Sony started with Walkman, and other products like Apple computers were reinforced by design and so on. So later I joined BMW, where I was honored to design the flagship cars, two generations of 7 Series and coupes, convertibles of 6 Series. So tha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now explore and execute, right? So they were more than, you know, these objects are more than just objects. They had a soul through their artistic execution and precision. You know, these were elements that created a certain harmony. And this harmony are also paired with inspiring gestures of beauty and elegance. Elegance is alw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designing. And these products felt kind of timeless, right? So the creation of cars is also very much related to assertiveness.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car, you expect to see something like a face, right? So this assertiveness, that it doesn't feel, for example, aggressive, it rather feels distinctive. Assertive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designing a product like the car, and that's what we also execute at Avatar. So the creation of these thing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ers. So it's the kind of beauty that you feel, even you can't quite explain why it's so captivating, so admirable, you know. So in my work, I came into the belief that a vision is relatively nothing, but envisioning is everything. Envisioning is the process of executing design. It's about creating something remarkable that not only looks beautiful, but also feels beautiful.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a great design, especially in the luxury segment. The ability to craft creations of beauty, to design these emotive, let's say, artifacts that speak to your soul, and something that resonates on a deeper level on people, right? Because design is more than just a technical skill. It's about creating a taste, cultivating a sense of beauty that, you know, goes beyond the surface. And this is somehow touching the core of what makes something truly remarkable, like authentic luxury cars. So luxury, to me, is also something very personal. It's something sometimes only you know that it exists.
And this is also part of the story of elegance and sophistication. So luxurious design is also pure poetry, not just a rational or functional thing. It's lively, it's rich, with grand sophistication. Gestures which are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a whole composition. So it's about designing for human senses, crafting experiences that other people can feel, touch, and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a joyful experience that leaves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you. Yes, it's also about the unexpected, you know, the harmony kind of with a twist. So not only the elegance, you need also a portion of a wedge which creates this distinction, something special. So now at Avatar, I work with our talented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t our Global Design Center in Germany, Munich, to create luxurious cars of the future. So we don't look at the established luxury, we look also at the future luxury and redefinition. Our design team acts like an orchestra. Each designer performs professionally in different creative fields, but together we are creating these astonishing compositions, which are a kind of symphony. And this is also part of a very coherent design experience. So our design philosophy's title is The New Emotive Luxury. Our design is rooted in the belief that a kind of energy force shapes our creations. And this energy that connects every element for a strong coherency, right? And making Avatar design perceived as the embodiment of your aspiration, a mirror of you.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vatar, actually. The energy force is how we shape our designs and connect all the layers of our user experience. So, coming to the embodiment, let me present you the Avatar 012. This is a very special project, a very special car. It's the top exclusive limited edition car, which was composed with Kim Jones. In this collaboration, actually, this i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our philosophy in action. We're bringing in Kim Jones' experience from Dior and Fendi. We've been able to interpret this craftsmanship and sophistication in a way that is both bold, elegant, and true reflection of Kim's artistry. Let's have a look at how our collaboration started. So basically, we met in London, for example, to discuss how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on top of our great Avatar 1-2 to make it very exclusive. And we were brainstorming about possibilities,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lor trim, how the car can transform to something special, which is somehow inspired by his home, right? So that was something substantial. So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we can design it. So he cannot be here tonight, but he left us a voice for you. Let's hear the voice from Kim Jones. Hi, it's Kim Jones.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in China for the launch of the car. I'm very excited to have worked on this. It'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done a car. Working on this car, I looked at how I live my life and how I live in my home and my work, and designed the car around everything that I need in my life. And I'll see you all very soon. Take care. Thank you. As Kim Jones mentioned briefly, his inspi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the 012 was to take the architecture of his home, which was designed by a famous architect, Gianni Belfort, which is a very pure architecture,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honest, very bold, out of concrete, and a lot of his artistry, like he is a collector of art, is in there, which brings so much soul. And this is a very simplistic design filled by accents of selected unique artworks. So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our car, the 012.
So let's get the 012 first impression. Looking at the exterior design, we see a blend of Kim Jones' home architecture and a car which is featuring a modern and bold elegance in this liquid silver metallic color. This liquid metallic color is creating a very amazing presence of the car. And now if you look in the rear end, you see that the liquid silver reinforces also this monolithic design, very exclusive crafted design. Even with this 21-inch, the car becomes like out of the mold. And this shows a very prestigious status with this car. In the side view, we see a sleek and smooth silhouette of a bold and monolithic sculpture. So with these wheels, with this DLO, you can see the polished accents, the wheel, and in the DLO with this B-pillar piece, we are showcasing also Kim Jones' tag with his avatar, Kim Jones. In the interior, we create, on top of this very futuristic interior, a warm feeling. You know, this warm manchetta tan, it's a brown leather with a white ivory. It's a leather which is aniline, a very fine leather. Everything very white, very bright, and with the wood. So the high-end design details of perforated leather and so on, embossed Kim Jones signatures, you know, bring this personality into the car. In the second row, actually very exclusive. Kim Jones always says he likes to sit always in the back. He sits in the back. He likes to be driven. So we created an atmosphere which is very bright, very luxurious, and with this, also the carpet is out of wool and silk. And we have this middle console disconnecting the two parts of two zones in the back, very luxurious with adjustable seats, great storages and so on. And if you look in the, sit in the back, you see also the sky roof with these stars inspired by Avatar's energy force. Next, please. All right. Exactly. So here we can see from the second row. Yeah. Yeah, it's a fantastic element how the sky roof is animated and bringing a very magical moment into this beautiful crafted interior design. Great. So design is more than just creating beautiful objects like what we saw today,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this, and beautiful objects and its function is about creating an emotive connection, an experience that resonates with people on a deep emotional level. So it's about storytelling. Design is about storytelling, your story. And through every proportion, surface, detail, we are showcasing this approach. And that, I believe, is the true value of great design. Now today, let's experience the car. Unfortunately, I cannot show it. Let's see the next step. You will show, see the car.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 wish you a great event tonight.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Nada. Thank you. Very nice speech. 非常感谢 Nada 的这个分享啊，我也要感谢很多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伙伴啊。但是在现在，我相信各位已经对今天的新品非常的期待了，特别是刚才 Nada 也说了，马上你们就会看到有新车的部分了，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我们再次请出陈卓总，有请。刚刚啊， Nader 已经给我们介绍了阿维塔的设计理念，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所以啊，我们就先看一段视频来欣赏一下阿维塔012独特的魅力。
优雅不止于形。这段视频呢，我其实看过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包括今天看，我都还是很激动，因为它是一件艺术品。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其实想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阿维塔为什么要去做一个零系列？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高端品牌。我们 CHN 已经汇聚了中国最顶尖的科技和产业链的能力，我们已经能够打造出世界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产品。但是真正的高端品牌还需要刚才 Nader 说的那种叫触碰灵魂的力量，所以让世界级的艺术与全球领先的科技去交融，去探索新汽车的边界，这就是我们阿维塔打造零系列的初衷。3年前我们推出了阿维塔011，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但很开心啊，有这样一群科技尝鲜、审美优雅的用户与我们相遇，那也正是他们的这种肯定和喜爱，让我们看到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它是稀缺的，它是被需要的，这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要以更高的标准来推出012。所以本次我们邀请的 Kim Jones， 他是当今唯一同时操刀2个一线品牌的设计总监，迪奥的这个男装和芬迪的女装及高定线。那阿维塔对于设计的艺术的探索与 Kim Jones 他自己对于设计的理解完全契合，那这种契合成就了双方的这次合作，也成就了我们阿维塔012，一款凝聚 CHN 科技力量去探索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巅峰之作。那首先我们来说说关于高颜值与审美的艺术。那正如刚才 Nader 分享的，他的理念里面其实豪华就是对诗意的一种纯粹的表达，我很认同这种诗意的表达，它就是应该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经典与时尚，是一种能够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们在21寸的锻造轮毂，在这个智能电动车的时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圈骨柄骨其实是很复古的一种设计，它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设计师们大胆地使用了镜面银的设计，并且又融入了富有力量的刀锋感，让我们看到了穿越百年的这种复古，又感受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我认为这种穿越时空的诗意才能够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一代经典。再举个例子，我们这台012上恰如其分的碰撞设计，自信地表达出阿维塔对于豪华的理解。比如说这个液态银的车身色看似非常的冷酷，它与车内的暖色调的内饰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杏色的仪表和白色的座椅又再次完成了视觉上的第二次的碰撞。那正是这样的撞色啊，我们觉得与故宫的红墙黄瓦异曲同工，正是这种克制的美感才能彰显出这种相得益彰的诗意。最后，但是我们也是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就是诗意所呈现出来的宏大的想象感。我们首次搭载的星辉天幕啊，刚才大家的惊呼和欢呼啊，我们已经看到大家设计的力量。试想一下，我们的用户在天空清朗时坐在车内，抬头就是整片银河，乌云遮月时64色的边光变屏幕又能让我们每一次的仰望都看到的是一片独特而璀璨的星空。我们认为这就是高级的设计所赋予生活的仪式感。怎么样，012的审美艺术还够在线吗？当然只有艺术和审美的融入还不够，我们觉得还要融入硬核的科技。那携手华为，阿维塔012在智能化浪潮之巅，搭载华为乾坤 ADS 3.0， 我们全系标配3激光，车位到车位，行车更安全，全向防碰撞。另外呢，鸿蒙的座舱也会让我们的手机和车机进行无缝的流转，海量的生态应用会让我们的012的车变成家与办公室之外的
第三空间。同时，宁德的赋能012也成为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轿车，配备宁德超 5C 的麒麟充电电池，最大充电电流达到726安，充电5分钟，通勤1星期。当然不只是充电，它还更安全啊！它的碰撞、水眼等等各种可能的风险，我们都和合作伙伴一起把它严格的实验验证，解决在了实验室内，给我们的用户更高的安全标准。科技方面，我们还搭载了华为的 DriveOne 高压驱动系统，它不仅性能强悍，让我们开得爽、跑得稳，而且这个华为的 iTrack 还提供了高达1秒10000次的实时路况感知和1秒1000次的流矩调节，为我们带来更强操控的同时呢，也兼顾了很好的驾乘舒适性。怎么样，012的科技是不是也足够顶流？那除了顶尖的设计和硬核的科技以外，我们同样在高价值方面带给大家最高标准的用料和配置，带给我们感官的至尊享受。视觉上啊，独特的液态银的车身，它会给人一种无法抗拒的高级感。光影非常的柔和啊，非常的细腻，呈现出一种流动的优雅之美。驾在这台车上，开着这台车，你就是路上最美的风景。当然，这个车色对工艺的要求很高，因为它色浆很少，颜色很淡，任何一点点的瑕疵都会暴露无遗。为此啊，我们全新开发了涂装的工艺，但即便如此，喷涂的合格率也只能做到30%，让每一寸的漆面都尤为的珍贵。那最让我满意的或者最打动我的设计呢，是我们1米的大四座的空间布局。当我们的用户坐进后排，就如同坐进了头等舱一样的享受。我们头顶的是超大的星辉天幕，手边是贯通的中央的扶手的环岛，那背靠的是全立面 NAPA 的植鞣真皮和舒适的航空头枕，尽览星河，浪漫而又惬意。还说一个细节，我们车内的地毯啊，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发现得了，我们用了将近2厘米厚的羊毛加天丝，它质地柔软啊，细糯，触感细腻，让我们每一次上车的踩踏都会变成一种享受。那同时，全车极致的声学包装配合英国之宝的旗舰音响系统，打造出顶级的声场。那在顶棚上，我们还嵌入了吸顶屏，它支持多达140度的角度调节，坐在后排观影如同私人影院。那后排的扶手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还隐藏设计了一个冷暖冰箱，在炎炎夏日可以享受到冷饮的冰爽，在冬天我们的热饮暖心暖胃啊。类似的这种细节的设计还有很多，时间的原因我就不逐一的展开。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报告的是，零系列我们还本次还特别升级了专享的定制。那在我们的方向盘还有我们的 B 柱上，我们的用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要求定制自己的专属标识，每一辆银012都独一无二。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辆车它开起来是以流动的风景，坐起来是顶级的享受。那即使在你不方便带司机出行的时候，也有随车的自驾老司机助力驾驶，护理安全。这就是我们的阿维塔012，集中国汽车产业最优质的资源和世界顶级的设计师之力，共同打造的限量联名版未来智能豪华轿车。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它的到来。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举办了012首场思想会，开启了盲定，首位盲定车主已经产生，请看大屏幕。引拍、挥拍，跟随球的曲线，感受力与美的共振，旷然、沉着、自若，跟随内心的节奏。阿维塔012，优雅不止于行。他是谁？大声告诉我。今天上海的天气有点异常，航班有一点延误，但是我们娜姐依然赶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娜姐。Hello。欢迎欢迎欢迎。谢谢。大家都知道啊，娜姐是我们2届大满贯的网球的得主，也是我们亚洲第一位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的运动员。那您能够选择我们的012，能不能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它是什么地方打动了您？真话假话？真话，假话也可以，是吧？真话就是一见倾心，二见消费。然后现在我已经过了前面两个步骤了。那还有第三个步骤吗？坐等提车。哎呀，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太期待了。然后其实我知道阿维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品牌嘛，然后其实跟我自己在当运动员的经历有一点点比较相似，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被别人不是那么重视，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慢慢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所以我也是希望阿维塔也可以就是在国际上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哎呀，谢谢谢谢娜姐的选择啊，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共鸣啊。我记得当时您在退役的时候有很多评论啊，他们说您是一位开拓者啊，为我们中国和亚洲的无数人去打开了网球之门。那我觉得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您刚说的，我觉得其实您在世界上让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和拼搏的精神。哇，谢谢谢谢，我也相信阿维塔也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汽车的魅力。谢谢谢谢，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阿维塔人的梦想，让世界爱上中国汽车。对。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外观啊，娜姐，因为您坐着这个车出场，对，您对内饰的感受或者体验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在拍这个的时候是前几天拍的吗？然后进去以后觉得哇，这个内饰是我喜欢的颜色，然后对，我会觉得就像刚才艾姐说的，没有一个人不是颜值控吧。就是当你坐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哦，真的自己的选择没有选错。对，好的好的，谢谢娜姐的肯定，也谢谢您今天能够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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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姐请留步，请留步啊，卓总也请留步。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个盲定，对吧？我们思想会的盲定。对。其实今天呢，我们在台下有好几位这个准车主，他们都是这个文艺界啊，然后是这个艺术界，是科技界，大拿、老师、专家。不如我们也把他们请上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有请作家、时尚生活方式博主 Kia 老师。小红书商业营销中心总经理美奈子，航天育新副总裁总师曹梦先生，新城数据 CEO 张磊先生，珠宝品牌何方 Jewelry 创始人孙何方女士，国家注册拍卖师、前国际拍卖行中国区公关市场负责人秦中维先生，以及超模王诗琴女士，还有汽车博主，也是我们011车主张恩博先生，感谢几位选择我们阿维塔012，有请有请你们来到我们舞台上，有请。今天真的是璀璨之夜啊！各位，你们想要拍下星光熠熠的照片，就趁现在了，好不好？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来聊一聊哈。那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超模诗琴。那我想问问你哈，就为什么超模会选择我们阿维塔012呢？大家晚上好，我是模特儿王诗琴，很高兴、很荣幸可以来到我们阿维塔今天晚上的新车发布。如果给我一个选择的理由，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肯定就是 Kim Jones 了。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Kim Jones 呢，他是迪奥男装的艺术总监，然后因为我跟迪奥也是老朋友了，合作很多年，所以很有幸是跟 Kim Jones 先生呢，在北京迪奥的晚宴上有过一面之缘，然后也知道他其实有过很多的联名和合作，但是从来没有合作过汽车，对，所以Aveta 012作为首次汽车的合作，我其实一直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他的亮相，对，我觉得如果跟他一起来拍一组时尚大片，或者是一起走个秀的话，会是非常惊艳、很酷的一件事情。你提车以后啊，你每一次上车、下车，那都是时尚大片了。是的，非常非常期待，期待期待。谢谢诗情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曹总为我们说说您的理由是什么。首先这个很感谢这个Aveta今天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我也很有幸代表我们中国航天的小伙伴站在这里，然后成为我们Aveta的首批准车主。对，这个所以这个我现在从事的这个领域呢是这个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然后目前我们公司也是这个现在目前国内最大的这个商业测运控公司，目前管理着在轨超过在轨300颗商业卫星。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未来能为我们的汽车、为我们的老百姓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说像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及我们的星链，然后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星链，就是卫星互联网，以及未来的这个手机之联。当然我知道我们华为现在也在做跟手机之联包括卫星互联网有关的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个就这个有点紧张啊，就代表这个我们航天人站在这里，我真的很开心，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再说到我们Aveta 012这辆汽车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吸引我的其实还是它的颜值。当初最早没有公布这辆汽车的这个相关的参数以及内容，当时这有些剧透啊，然后这个光看气动外形我就觉得真的超级酷超级帅。这个我们搞航天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做运载火箭研制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很多董事都说过一句话，就是它的外形好不好看其实很重要，对于飞行器来讲它的外形如果不好看啊，那它飞得一定不好，这个话糙理不糙啊。所以这个气动外形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刚才那个内饰，尤其是刚刚我们那个星空顶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帅了，我超级喜欢，所以真的非常非常荣幸。谢谢曹总的分享。曹总应该也有话想要跟曹总是我们航天领域的专家呀，是真正的科技大牛啊，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小塔能够被曹总认可，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科技达人能够来体验我们Aveta的产品。您知道吗，曹总刚才的发言就代表他是真的爱，他前面就已经想着怎么合作，然后怎么能够哎更加的这个让技术更好，就这是真的爱才会这样滔滔不绝，对不对？谢谢曹总的支持。来，接下来我们请张总，张总也是科技大牛，没错。对，那请你来分享一下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选择我们Aveta 012？好呀，这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代表我们的新生数据啊，就表达一下，我们新生数据一直是在 AI 数据行业服务过大量的自动驾驶的企业啊，其实我们大大小小的量产车，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从我们的这个 AI 的角度和自动驾驶的角度来看，就是Aveta其实它提供了大量的一个冗余，在硬件方面，它用的是最顶端的这个硬件。来筹备未来不是一年两年，是5年到10年的一个硬件储备，然后呢和华为还有宁德这样的一个行业最顶尖的这个技术还有硬件的合作，就是给他储备了一个非常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方向上面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组合。另外呢，当然我觉得它的这个出厂，它的这个样式，它的外观不仅仅是这个外观非常好看，而且有这个科技感，因为我平时也会有一些商务的一些活动嘛，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匹配我在平时的这个社交啊工作当中一些需要的，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完美的匹配我的需求。哇，就是也就是说从技术上不会过时。对啊，也就是说我们早得到就早享受。没错，技术发展是每天都在发展的，那你的车你要用5年10年呢，所以你要买一款好的车让你一直可以用下去，可以用很长时间。哎，张总作为技术大牛为我们的Aveta 012这技术方面做了肯定，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们谢谢张总。谢谢。接下来何芳老师。何芳老师是我们的这个珠宝设计师，从您的角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您选择Aveta 012。
好的，其实我想说的特别简单，像前面我们张总和曹总都有滔滔不绝的在讲这个技术流，但其实到我这儿理由很简单，我作为一名设计师，我觉得能够有一辆车可以去和一个时尚设计师做联名，然后拥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其实是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像艾姐最开场的时候说的，女生都是颜值控，人都是人都是，嗯，对。到我这里其实理由就特别的简单，就是好看。可能我对于技术流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但我觉得它的外形已经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它就像是汽车圈的一件珠宝，非常璀璨。哎，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像汽车圈里的珠宝。也就是说，其实汽车它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身份的象征。对，它也是一件艺术品。对，它也是一件作品。也就是说，选择了 Avita 012，证明你对艺术有感觉，对设计。对，证明你很有品味。就等您这句话。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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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哇哦，诗晴，我理解你，真的很想跟他一起摆个 pose。太美了，真的。这个卓总，我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盲定，我现在盲定还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还来得及。一会儿我们就去签合同。谢谢。娜姐，我太羡慕你了，你已经是零一号的车主了，真的。你看我一点都很低调，是不是？我都没有去啊，怎么样宣传？真的，你都没有炫耀，啊、早点炫耀，我早就忙定了啊。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小红书的美奈子好好聊聊，因为说到种草，今天很多人肯定都已经深深的种草了，但说到种草，一定要是小红书。厉害，就是生活美学种草指南。所以怎么种草呢？那要请美奈子来。